这场比赛，非常感谢所有热血球迷一起来到北大巨蛋，帮我们龙队来加油！天母还有我们各场比赛都需要大家一路的相随，一路的来加油。当然，今天也是我们长江哦最后一场的应援赛事，也给长江一个掌声鼓励。球技怎样开始？重点是我们踏的每一步都要很坚定。今天感受到大家的很热情，希望我们接下来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都要如不可挡，继续 keep fighting 来加油。我是孙晶，代表传说团队跟大家说声谢谢。待会赛后演唱会预计在15分钟后会来展开，大家可以在场中操作等待。那我们非常感谢大家，下周我们天母哦，不管是哦客场哦还有主场，总有5场的比赛，让大家回到我们天母温暖的家，继续赢下去，谢谢。最后请大家给我们辛苦的乐队老师还有小龙的一个掌声鼓励，有你们当我们后盾哦，就不怕艰难，我们继续加油 keep fighting， 拜拜。进场应援加油，再等一下，我们稍微的等一下呢，好，我们不要随意的更换座位哦，以确保每一位球迷朋友们的权益，谢谢大家。嗨嗨，好，那同时也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是在等一下赛后的歌唱表演是会关灯来进行的，是会关灯来进行的，所以说我们进